中间这个保利绒球相当于是我们地球，那中间有一个人站在北纬23度的位置，就是那个土地的位置，啊，底下有个小圆盘，啊，小圆盘就像是我们的地平面一样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23度角，如果我们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北极星就是这个竹签所顶到的天顶的位置，其他就是在仰角23度左右的位置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如果说假设整个地球在旋转的时候，事实上相当于是天球在旋转。我们天球在旋转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事实上整个天球在在旋转的时候，我们人看着地平线仰角23度的北极星，它的位置并没有移动，而是整个天球的星球在做移动。这是我们看到的感觉。